而东京奥运的热潮也烧到了外太空，远在国际太空站的太空人们举办了史上第一届的太空奥运会，在无重力的状态之下，比拼太空板的射击、体操还有水上芭蕾等等的项目，就连闭幕式的交接仪式也完美呈现。抱膝翻转两周，倒立旋转360度，第一届太空奥运会热闹展开。机场的太空水上芭蕾，美国 SpaceX 天龙号，四个太空人在这无水的场地配合音乐，动作整齐划一，还会在无重力空间里交换动作，不忘记挥手，还原度相当高。Oh my goodness, has never been seen before. It's incredible. 四人默契十足，但另外一组俄罗斯联盟号的三人也不是省油的灯，翻完跟斗再转一圈，动作稍显不同步。下一场比的是太空桌球。Players must get the ping pong ball through the hatch seals without.Touching the ball with anything other than their breath. 不能动手，只能动口。两队进行激烈的吹乒乓球攻防战，最后联盟号略胜一筹，赢得比赛。赛事相当密集，接下来是太空体操跟太空射击。众人在这无地板体操的赛事拼尽全力，转一圈还不小心勾到一旁国旗，只好装没事，展现奥运精神。在射击项目中，考验技巧加上运气，用橡皮筋精准击中前方目标。太空人不错过奥运热潮，齐聚太空站玩得不亦乐乎。闭幕式上，太空人演奏萨克斯风一幕惊艳许多人，最后这群太空人们也不忘记交接会旗，为这场太空奥运画下完美句点。